果看到这个有网上的，比如说表情不太好看的丑图流传，会生气吗？第一时间就是会觉得在想，什么眼光？什么眼光？为什么要拿出来？人家不是你这个语气好不好？对不起，其实现在很少会出现这样的图，对，除非是那种拍了直接发。那种死亡光、啊、对那种特别不好，大部分还是很漂亮，但其实很多时候有一些原生态的一些原图、嗯、不修的、嗯、反倒更真实，嗯，是。